我是 Eugene， 香港人，来到东莞创业已经两年多了。承受伤疤很多，也别要灵魂从未感饥饿。如若怕跌倒过，怕会走错，我便幼稚如初，朝着明天，只针对着终点冲线，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？人生要好好将每天待现，眼界扩大多一点，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，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，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。